大家讨论一下吧，就看大家现在已经没有游戏了，对，我们就想想怎么住就好了。对，当然啊，你们也可以去哎努力去那个越努力越幸运的区域努力一下。其实我们可以，我们应该是拍一把。对啊，早就该有这个想法了。我觉得你先去十连抽，可以可以啊，我们先去十连抽，我们先搞个十连抽，十连抽十连抽。哎呀，这感觉是今天晚上最快乐的，是啊，一定要把那个金属的那个找回来。你确定抽完以后还能快乐吗？快乐快乐快乐，十连抽，保底 SSR， 来，你先来十个，十连抽，我也来十个，太开心了，没有，咱一人来十个吗？一人来十个吗？一人来十个，来一个，来一个一个来就是了，哎，谢谢慧慧，哎，我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再来，赞啊，这个，十连抽呢？哎，你再往前一步，哎，再来一个，我再来一个啊，哥哥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你啊，还差一步，又远了一步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我来，继续，咱就玩嘛，哎，恭喜获得小卖部，恩琪，手气，怎么刮几个？刮到出大奖为止，哎。哎，幸运大奖！两个，哎，这嗓子叫的真洪亮啊！我嗓子我感觉都快破音了，气死我 ！up 来四个，离大奖的那一步，就是这一步，还有一个幸运大奖，恩琪高级奖。五个，二婆，你的嗓子还行吗？我就把这里刮完，你大奖还剩一步，再来一张，哎，谢谢慧慧，这个，再来一个，哎，谢谢慧慧，我觉得咱们再买十连个就够了，没有，我们再五十连抽嘛，就可以去超字典买帐篷了，再来一张。哎，事实证明，像这种通过这种侥幸的方式获得，学员币呢是行不通的。现在他们已经又花费了10元，在他们本来就不富裕的日子里面，恭喜又幸运，幸运大奖！啊，再刮这个，就数字就在这一块。但我不会直接就是幸运大奖，五十。留了，可以了，一次结束了，被他们刮到了。是的，这样的话我们差距。他们用了多少张刮到的？他们用了30张，刮到一张50的。看前面也刮了几个小的，赚了几十块了吧？这个我们还没换呢，还有10块，一共10块，一共60，60，走，把水拿去，把矿泉水给哥几个分一下。渴了吧，壮士，来，请喝。今天已经过去了，壮士痛饮一番吧。朋友们，市场重新回归到了正轨，满足了。